啊，不好意思，没有事。但是最主要，他是遗传到他妈妈的脾气，所以你要多点包容心。对于阿奇来讲，哦，我要告诉你的是，百善孝为先，哦，有空多回来看看我们两个老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等待一整天哦，辛苦了。那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那我们一起。你手上的酒杯、饮料杯，那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干杯，开始我们今天的晚宴，干杯！然后在舞池里面，大家我们就会稍后就会引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到门外的布施区一起拍照留念。有问题吗？好，那大家可以去吃饭了，谢谢大家。到。
新闻要再请，不好意思啊。